学长你好，我是季欣，我来报道了。邮件上说有一个叫韩婷的医学院的学生跟我们一起，学医的也懂机器人。你好，我就是韩婷。哎，韩婷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？你的毛发好好哦。看我的。哦，他吃了，给我哥哥，好可爱哦。在德国就老见你的影。回国了还是习惯了。大学时候经常喂一起野猫，但无奈分开，一直都有遗憾。那猫是你跟季星一起喂的？